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多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这是来自于 MNC 司法为我们带来的十字军以及它的两个技啊，一个开的信号34，另一个也开的十字军，地图是慕尼黑标准模式。我们在下面的出生点位走起，走起。干嘛？你爬上山啊？这边方便黑枪。干嘛？你这就想上来？哎呦，你回不去了呀！被我奶回去了！我靠！那这边还有，干他！他就哎，这他妈是个啥？啊，好了好了，关了关了。哎，有些东西进到电脑里面来很艰难，好像是 QQ 浏览器遗留下来的东西。这意思是不是说我该把 QQ 浏览器给删了？哎呀，我倒不是烦你通知我呀，你发个邮件或者搞个什么就可以了嘛。你也不分缘由不分时候，蹦噔一下你就给我出个东西，这我怎么遭得住你？搞起！来嘛！你来不来嘛？妈的，这哥们黑的飞起！这要是在装甲战争，早被喷了。当然，坦克世界就是要黑枪，你冲出去浪才那才叫坑。哎呦，你妈左一个右一个，还来了个希尔曼。妈的，什么东西？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在那里啊？这牛逼了！啊，两边都在那儿各种磨叽，但队友死的差不多了呀。队友死亡的效率比你黑枪的效率还要高啊，这个怎么办嘛？不好弄啊。好，他决定要出去了。那个 QVS 还在那，但是这边已经要翻天了，这怎么办嘛？哎，你来啊！好，漂亮！我靠，但是四处都是人呀！啊，这个吃一发是在所难免的。那既然吃了一发，我就要干掉你。那一发不能白吃。你先帮下面吗？啊，对对对，看他想通了，先帮下面。我刚刚就想，他难道要先去上面吗？哎呦，被小飞打了，你先管这边。好，着火了，他把火灭了。接着刚，他打偏了，漂亮。你躲开一点，不要被霞飞打。关键霞飞现在没点亮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黑暗当中。好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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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12-12，3-3，看看对面剩余的单位。等会儿我鼠标呢？来了，看看是些什么。这样。看到三突了，炮弹被弹开了，他他妈还是满血，我操，这就厉害了。哎，他出圈了，他不站了，那我们的人猛站，就是不出来。干嘛？你还想去找他呢？有碰到厉害角色了。ES 在哪里嘛？去我们家站，那可能又是三突，但是 ES 人呢，应该在这附近吧，否则他刚刚怎么完成的击杀？哎，真的不在了，我靠，真过去了。那你们这个对抗两个三突是满血的， ES 血量不知道，但应该健康状况应该也还好，对吧？哦，这三头呢，好，那也可以。来干死你！咦，没打到吗？那么硬？我不可能每一枪都打不穿。好，下几把黑，下几把黑。应该把他黑惨了，黑得他生活不能自理。就是在，但是那。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三突炮在干嘛？他既没站家，又没来支援，他看着自己队友要死吗？你一个人去找三突吗？你先跟队友一起把他弄死。哎呀，你这急的，你就不能多等一下缩圈？好，行了。如果这时候三突炮突然冲出来，你就跪了。所以当时你稍微多等一下，他毕竟还没发现你的时候，当时他并不能判断是正面把他点亮还是背面把他点亮的。啊，他让队友注意那个位置，时间还长啊！你们跑到他家里面重新开始站也不是来不及，对吧？他觉得那哥们儿血量多一点，让他先上，免得他上去就悲剧了。尼玛！想干嘛吧？先看看他指向哪边。好，那边干他的。那边干他！哦，他要从那边绕。哎，你现在出去搞呀！
看看他躲到个什么地方吧。这里呢？你还可以从那边出来干他呀！你看那下面有个小门。他是个 TD， 你就跟搞火炮一样，你先踩他脚。对了。哎，说好的踩脚呢？妈个臀！哎呀，这你妈就刺激了。队友在干什么嘛？这时候才跑过来。哎，你们都喝着假酒吗？在想些什么？嗨啊，大家好啊！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，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，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了。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。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好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5@com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，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，这个100啊。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但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，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